哎呀，哈喽哈喽，啥时候过来的？刚来嘛，这么巧你也在这儿。三位老板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喽先生，听说中国超市新到了一批货，然后我们进去过来看一下。这边呢也是卖了很多的中国蔬菜，也是中国农场在种的，吃菜还是比较方便，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，啊，那这啥都有，我进来看一下。 哈喽，哎呀，哈喽，啥时候过来的？刚来嘛，这么巧你也在这儿。三位老板，啊，进来看一下了，就是来这边，你别看就这么大个店哈，像中国小吃卖店似的，一年1000万，打底1000万，非常非常的牛逼。看看，之前是平时没啥东西，现在是到货贵了哈，是吧？是的，那个这个火腿肠必须得拿一下火腿肠。 为啥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太紧缺了，在这边。可能在中国来讲，是垃圾食品，在这边太紧缺了。这边火龙果也是中国农场种的，啊，火龙果，包括这个苹果啊，非常的新鲜的苹果，那进来看一下，有个镜头的，苹果也是非常新鲜，包括蘑菇啊、面筋啊、甜点啊都是有的，所以说这边除了价格贵一点，这吃东西还是非常方便。 送到车上，这家的中国超市之所以生意比较好，就是因为它的产品的日期比较新鲜，第二就是服务比较好，所以说它这东西就不愁卖，每次到货柜，一天两天就卖完。那其他地方啊，就是很多它过期的东西它不告诉你，所以说就造就了他家那家特别好。啊，行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